在很多支架视频中，接管次数都是一个被经常提及的词汇。所谓接管，就是在支架开启的状态下，驾驶员主动从系统手中夺回了驾驶权，人为干预了车辆的驾驶，比如手动打了方向、踩了刹车，又或者是主动操作退出了支架。那么出现人工接管，通常意味着支架系统的表现已经到了令驾驶员觉得必须自己亲自上手的地步。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简单的认为，一套支架系统的接管次数越少，那么它的表现就越好。近几年随着行业技术的发展，智能驾驶进步显著，评测内容里新车型的支架接管次数开始变得越来越少，甚至开始达成零接管。那么随着越来越多的零接管视频出现，一些看过视频的观众开始以为，是不是有了这样的支架，驾驶员就可以全权放手，甚至去干别的事情了？如果屏幕前的你也这么想， 那你一定要看完这期视频，因为这种意识很有可能导致你在使用支架的过程中发生危险。而接下来的内容将极大地帮助你理解零接管的真实意义。我们先回顾一下，为什么在之前大家会使用接管次数来评价支架的表现？在基础辅助驾驶阶段，车辆在支架系统的控制下具备维持在当前车道内行驶的能力，功能场景相对单一。 在这个阶段呢，有车道线时能做到车道内稳定行驶不画龙的支架都已经算是表现良好，稍微大一点的高架弯都有很多支架应付不了，更别提路口、匝道、岔路这些没有车道线引导的场景了。因此呢，除了车道内走直线的路段，其余大多数时候都需要人工介入驾驶，因此呢也没有什么接管次数一说。真正出现用接管次数来评价智驾，是在高速按导航辅助驾驶出现之后。 此时的智驾系统已经具备自主变道、超车和上下匝道的能力，在理想的条件下可以实现封闭高速场景下的点对点支架。但是当系统遇到一些弱势场景，例如复杂匝道、高速施工、高速静止物体等类似情况的时候，仍然需要驾驶者人工介入来保证安全。可以发现，到了高速领航阶段，主要的驾驶工作由智驾系统完成。那么遇到智驾系统解决不了的，或者说有隐患的场景，驾驶员才会介入。 于是大家逐渐就将行程当中智驾的接管次数当做了一个评定指标，接管越少，智驾表现就越好。在同属按导航辅助驾驶的城市智驾这边呢，用接管次数来评价系统表现的方式也被延续了下来。那么随着系统的进步，可应对的场景逐渐增加，智驾的接管次数逐渐减少，再后来零接管也慢慢开始出现在各种网络视频当中。 如果从接管次数的角度来评价，零接管已经是支架系统的最好表现。但是零接管的支架真的好用吗？道路前方施工，路面上摆有锥桶，支架系统检测到之后呢，发生了重刹，随后缓慢绕行，驾驶员未接管。人车混行场景，支架系统跟在非机动车身后，一直不发起超车，驾驶员未接管。路口红灯，支架占两车道排队，驾驶员未接管。 道路前方有车辆靠边停车，智驾没有第一时间跟随前车绕道通过，而是在减速停车之后才开始缓慢绕行，驾驶员未接管。匝道口车辆进行并线，智驾并入主路的位置选择不合理，并且频发顿刹，后车此时已经开始闪灯催促，驾驶员未接管。类似的情况还可以列举出很多。尽管上述的每一个场景下驾驶员都没有人工介入，但是在大部分正常司机的视角下。 这些驾驶表现都很像新手，不仅效率低，影响坐车人的舒适性，有时还妨碍了他人行驶。这样的水平远不如自己开来的好。如果不是为了内容效果，换做正常用户，在上述的场景下，大概率早就接管了。而这就是零接管的问题所在。在很多这样的场景下，驾驶员虽然没有接管，但这既不代表支架开得很好，也不代表驾驶员不想接管。 它仅仅代表在驾驶者可以承受的安全底线之上，智驾系统还可以继续维持运行。这种状态下的每一次接管，其实都已经发展到了驾驶员认为不得不接管的地步。这有点像驾考科目三的状态，考官的脚下有一个刹车踏板，只要他踩了刹车，考试就会挂科。不过，只有当出现明显的危险情况时，考官才会去踩刹车接管考试，其余情况，不管你是刹车踩得重。 开得慢不超车，还是路口掉头犹犹豫豫不敢走。只要考试还能继续，那么考官就不会干预你。做到让考官不踩刹车，即是驾考过程实现零接管。这个只是通过驾照考试最低的底线要求。每一个通过了驾考科目三的学员，都可以骄傲的说自己驾考零接管。但我相信屏幕前很多的朋友都经历过新手司机开车时的各种令人昏厥的操作，遇到视野盲区不提前刹车。 加速并线的时候不踩油门，开到路口才想起选车道；路口会车的时候犹犹豫豫，总是不知道谁在让谁；开车过程中各种时机的把握和驾驶意识都很差。如果是这种技术的人在开车，你是不是分分钟想让他下车换自己来开？但现实情况是，网络视频中那些零接管的智驾，有可能才刚刚达到这个水平，甚至很多无法做到零接管的智驾，连这个水平都还到不了。 所以，对于场景复杂的城市之架，除了接管次数之外，我们应该引入一个更高要求的指标，而这个指标就是熟练人驾，也就是老司机。老司机开车的时候，你通常会有这么几种感觉：首先，你会觉得乘车的体感很舒适，即便在拥堵的车流中，车辆也很少有突兀的加减速动作；其次呢，各种时机和距离的把握非常好，车辆并线和汇流很顺利，很少出现危险性的博弈。 然后是路径规划很早，而且很合理，一路开下来几乎不用加塞。临近路口的时候，已经提前进入了对应车道，以及对其他行人以及各种车辆的动向有精准的预判，经常防患于未然。坐在这样的一位老司机的副驾，你会非常放心，他的很多操作都能和你在意识上对齐。你对于他的驾驶技巧非常满意，不会有任何想要去干预的想法。 这时候你不仅是零接管，而且你的心理是零意愿接管。反过来讲，开车人的技术越差，越是不如你，你坐副驾就越难受。一旦看到不熟练的操作，你就总想去干预他的驾驶，哪怕没有办法亲自上手，心里其实是焦虑的，嘴上可能也想指导几句。智驾状态下，虽然开车的从人变成了电脑，你从副驾做到了主驾。 但上述的这些感受，以及这些感受所产生的原因，本质上其实是一样的。同样是临接管理让行人，斑马线前重刹和提前减速舒适刹停其实是相差甚远的表现。而经验丰富的老司机会给这两种表现打出截然不同的满意度。那么通过满意度的差异，我们就又可以看到不同支架系统之间的能力差距。因此呢，在接管次数之外，对于驾驶行为的满意度可以进一步帮助大家辨别城市支架的能力。 在我们全新的支架科目三测试中，我们将驾驶者的满意度划分为了四个等级：满意代表系统的驾驶表现与熟练人驾无异，没有需要特别改进的环节；良好代表系统的驾驶表现中有一些影响不大的瑕疵，例如起步反应稍慢、行驶不够居中、绕行速度略低一点等等；一般则代表车辆行驶中有明显不如人驾的环节，例如不舒适的顿刹、行为时机不合理、通行效率明显不足等等。 不满意则代表系统的驾驶有明显的安全风险，出现违规、发生智驾不可用等需要人工干预或者接管的情况。为了让这些评价能更有具体的对应，我们将测试路线划分为了不同的场景，其中的每一个场景都有对应的考核难点，比如规划能力、博弈能力、车控娴熟度等等。智驾在每一个场景下拿到的满意度，就是对应能力的写照。 除接管次数之外，很多支架评测还存在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异常论。我们的真实道路环境中存在着大量不可控的变量，同一个路口不同时段下的车辆和人流差异巨大，面对的场景和挑战也截然不同。对于传感器来说，白天是一个情况，晚上是一个情况，逆光是一个情况，阴天又是另一个情况。而同一段路前后间隔也许只有几百米，运气好的车碰到绿波路段，可能一下就能少等很多个红绿灯。 运气差的车碰上大车掉头，可能能卡好一阵。在如此众多变量的影响之下，一次测试的结果其实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这种不确定的因素下的结果，不管好坏，都可能有很多支架能力本身之外的因素在影响。正如很多体育赛事有赛季数据统计，那么支架评测想避免异常论，减少不确定性，最实际的办法就是增大样本量。 因此呢，我们决定在同一条测试路线上反复跑，积累一台车多次的测试成绩。等到达一定次数之后，再做统一的展示。十次评分是我们展示成绩的起步次数。除此之外，我们还会累积周度、月度数据。这里面还可以拆分早晚高峰，还可以根据软件版本进行自车的同环比。为了让系统可以得到更全面的场景测试，我们还有针对性的规划了多条支架测试的路线。如此一来，我们就实现了多场景。 同路下的多次测试，每台测试车都将得出多次测试下的满意度评分，评分越高，智驾体验就越好。在介绍完这些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目前行业公认的智驾标杆问界 M9 在我们的道路类测试路线和人车混行类测试路线中分别取得的评分。不难看出，即便是智驾如此出色的车型，在熟练驾驶员的评分下，依然只有少数情况下可以拿到满意级别的评分。 面对一些对驾驶意识要求高，或者是对驾驶的时机、车控技术要求比较娴熟的场景，尽管这些场景下问界 M9 很多时候人是零接管，但还是经常会被评为一般，甚至是不满意。其余条件不变，我们将智驾换为十五万公里驾驶经验的老司机人驾之后，评分就开始显著上升。由此可见，目前智驾和熟练人驾之间仍有着很大的差距。这个差距不仅让我们看到了零接管之后智驾还有多少路要走。 同时，也让我想到了另一件事：飞速发展的科技，很多时候让我们低估了人是多么不可思议的生物。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得很广，可以看得很远，可以迅速变焦，可以快速切换光圈。驾驶中，我们可以通过颜色、光泽、形状来判断物体的类型、距离、大小和速度。我们可以通过他人的表情、神态、行为来预测他人的目的和操作。 而这么多的信息量下，我们从感知到决策再到执行的速度奇快无比。这里面有大量的信息计算和行为，对机器而言是复杂且难以实现的。同时，大家也不要忘了，我们目前所有的道路交通工具都是为人而设计。让机器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做人类的工作和人类去交互，本身就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城市场景下，如今的机器开得不如老司机，这个结果并不让人意外。 但同样的，我们也不要低估了长周期下科技进步和发展的速度。作为相信智驾、高频使用智驾的从业者，我们期待测试车往后的每一次 o、OK, k 都能逐渐让智驾离人驾的评分更近一步。我们也会努力保持智驾科目三的更新，希望它能成为我们见证智驾赶超人驾的一个进程表。好了，这里是四十号车库，我是蓝岩哈特，我们下期视频见。